哈喽，Hello, 大家好，又到了今日新话题，我是橡皮。先问小伙伴们一个问题：中国和日本地图放在一块儿看，你们觉着像什么呢？咱们都知道，相比于日本，咱们的国土面积那可是十分的辽阔。要知道，我国的部分省面积都比日本整个国土的面积大出了很多。然而，令很多日本人气愤的是，日本的国土仍在不断的缩小，而我国的国土却在不断的增加，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看吧。据数据显示。 日本的国土面积如今正在以每年五厘米的速度缓慢下沉，这样一来，日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国土面积的缩减，甚至还有即将沉没的风险。造成这一现象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日本处于亚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交界地带，这里的地壳运动异常活跃，导致日本常年有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发生，日本就受尽限制。然而，最主要的罪魁祸首还是温室效应导致的全球变暖。 这也使得各大冰川渐渐融化，因此海平面不断上升。反观我国国土面积为何不降反升呢？我们以上海为例，由于上海位处长江海口，水流动带来了很多的淤泥，这些淤泥日积月累，再经过我国技术手段的处理，导致淤泥变得异常坚硬，即便在其上进行建设都没有任何问题。据说这些淤泥每年都能为我国增加五平方公里的土地。 陆地面积自然增大了。除此以外，我国在扩大陆地面积问题中采取了一系列的其他措施。要知道，我国填海造陆的大工程实施至今，已在南海建造出七个大型岛屿。看到这里，你是不是对我国建造科技有了新的认知呢？不知道日本对于这一专利是不是非常羡慕呢？